停，暂停时间，要等着主席询问呢、啊。我询问、啊、要统一回答吗？主席知道我们屏东县每年可以从中央得到多少益助吗？时间暂停。哦，我继续讲啊。那我再请教一下主席啊哈。我这边听一下主席的回答。谢谢钟嘉宾委员特别关注我们金门哦。主席所在的金门县政府，他在财政太好了，好到不需要中央政府啊。下一次再来问。我向主席表达强烈抗议。主席人太好了，一直被他们这样欺负，还要把自己当官员的，还接受他们的巡打，怎么这样子欺负你们呢、啊？你们欺负他、啊，欺负陈立珍了、啊，欺负陈立珍了、啊。好了，不要讲话了，不要让人民瞧不起。主席，财外法关系重大，但是因为财委会在审，我们会外委员只能用询问，当然询问就是对主席询问。那我是支持说啊，主席你回答我，你尽量讲。但是不要扣到我的时间，我只有一分钟，好，很好，谢谢。那我想请问主席，因为有的是关于议程上安排，有的只有你能回答。请问主席，你知道金门的财政收支划分是金门酒厂挹注给县政府的收入多，还是中央拨给地方政府的收入多？停，暂停时间，要等着主席询问呢、啊。我询问主席、啊。你要统一回答吗？你把时间讲完了。啊？我会统一回答你。那统一回答了哈，因为什么我渴望得到主席的答案呢？因为大家都在说啊。这个陈委员啊、哦，因为他在金门，啊，金门的酒厂啊，每年贡献给金门县政府的收益多于中央政府拨的。那现在呢，主席知道我们屏东县每年可以从中央得到多少益助吗？时间暂停。好、哦，我继续讲啊。那我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在希望说要办公听会，也希望说地方政府能够派员参加。我过去担任过地方政府的副县长。我很清楚知道，每次在谈到财划法，都是都跟非都在那边吵不停。地方政府的水平分配，永远大家都有意见。那我再请教一下主席啊，哈，金门大学的预算是谁拨的？金门高中的预算都谁拨的？第三个问题，我在那边听一下主席的回答。好，谢谢钟嘉宾委员特别关注我们金门哦，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金门县的这个财政的这个自主率是全国排名第三名哈，仅次于这个台北哈、新竹啊，是全国第三名。我们的财政自主率哦，大概之前占60%以上哈。那第二点，您说屏东的这个那个，我说酒厂的收益是占多少？酒厂的收益占金门县的财政一年预算是120亿哦，我们金门县一年捐赠哈。金门县政府是大概40亿，再加上我们所交的税哈，给中央的税是30亿哈，所以金九公司占金门财政60%的收入，所以我们的财政自主率是相当高的哈。谢谢关心了哈。第二个屏东县的，不好意思，我没有关心屏东县，这个可能是你们来回答。第三个有关金门高中跟金门大学哈，金门县政府哦，除了中央政府所拨的预算，金门县政府本身每一年还补助金门大学跟金门高中哦相关的学校营养午餐、交通费、哦、图书费，再加上金门大学我们还补助奖学金哈、哦，还有3年10亿的这个预算哈、哦，这是金门县政府提供给国立学校地方补助中央的例子哈。好，谢谢。所以哈，感谢关心了哈。那你等一下可以继续再问，如果要问。我只是说表达一个感受了，表达感受了。发现哈，以这个主席所在的金门县政府，他在财政太好了，好到不需要中央政府啊。那因此呢，可能主席比较不能了解到其他非都的地方的感受。好，那你下一次再来问。接着请陈廷飞委员了。啊，下一次第二轮可以再来关心我们，谢谢。感谢关心金门县了。陈廷飞委员，谢谢。陈廷飞不在哦。接着我们请赖世宝委员哦，赖世宝。谢谢各位。我们看到卓荣泰公开说，8年来给地方政府多2000亿，什么意思？一年就是250亿。我们的财务法一年要拨2000亿下来啊，所以卓荣泰的讲法更凸显财务法一定要修啊，赶快修啊！大家认为提出来最少2000亿起跳，我的版本3000亿啊，为什么不审？我向主席表达强烈抗议。主席人太好了，一直被他们这样欺负，还要把自己当官员的，还接受他们的巡打，怎么这样子欺负你们呢、啊？你们欺负他、啊？对不对？欺负陈立珍了、
汽油船立正了，你不要讲话，哎、欸，讲话这个。第二个，好了，不要讲话了，好了，不要讲话了，好了，不要讲话了。请尊重发言委员的发言，好吗？哈。时间暂停，他一直吵。好，时间暂，哎、欸，好。好，继续补回你，补回给你。赖委员，让大家尊重一下发言委员，好吗？哈。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会让大家讲到晚上，好吗？哈。主席加油啦！这个为什么本委员会的程序问题不先开始，然后给会议询问，会议询问是给其他的委员，根本就弄错了。第三个，赶快进入。软差，你不要讲话，不要让人民瞧不起，不要让人民瞧不起，赶快进入逐条，不要让人民瞧不起，赶快进入逐条。不要让人民瞧不起，赶快进入，赶快进入主题。你都给我蛮信赖的，这么多的时间，不要让人民瞧不起。那他为什么都可以超过一分钟？不要让人民瞧不起。他还说叫你要加油，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谢谢赖世宝委员哦，我们会继续进行。接着请庄瑞雄委员，陈义正，庄瑞雄，庄瑞雄不在，接着请。吴佩益委员，吴佩益在吗？吴佩益不在哦。罗志祥委员，罗志祥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不在。哦，对不起。林德福那么早就来了，你欺负林德福委员，他是你们同党的，你还不给他讲？陈义珍，你欺负林德福，看大家都不在，林德福这么早就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几个观点来表达我的立场。你看，主席，我根本都还没有讲到我的前言，我都没有讲完，结果你就这个是会议询问，不是来发表演说的。你对会议有什么意见？就是，第二轮以后时间加长，我们会加长哈。谢谢，这个我回答了。主席，还有什么会议询问？下一轮继续哦。招委，对，我觉得我尊重一下哦。是程序，就是在。好，不能讲说你是从金门来，你比较远，你就是可以这个样子啊。这跟距离没有关系哦。好，没有关系。谢谢。你下一轮可以讲久一点，然后别人讲说不要插嘴喽。我跟你讲，这个我在这里还是要跟你。接着我们请邱正军委员哦，邱正军不在。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